昨天咱们讲到为贞观六年孟夏之月，写到这个月字这儿，以后我们呢讲和写未必都是同步，因为它有一些特殊要求啊，比如这个孟夏之月它就不是一句完整的话，可是我们的时间所限只能如此。今天开始讲呢，讲皇帝避暑乎九成之功，此则随之人寿功也。冠山抗殿，绝壑为池。我们也就是把这几句向大家说清楚了。应该从一句话的完整的句子，应该是皇帝避暑乎九成之功，这应该是此则随之人寿功也，算是一句话。但是关山抗殿绝壑为池就要往下排，可是呢我们这几个词呢因为很好讲，所以讲话的时间可能用的不多，但是主要放在写字上，放在临摹上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向大家说皇帝避暑乎。注意看这个月的下边又空白一个格，这代表就是对皇帝的尊重，要提到皇帝了。然后说皇帝避暑乎，这指的是谁呢？指的是李世民唐太宗这个皇帝。我们这里啊要把避暑两字向大家解释一下。这个魏征啊，这个文章写的之所以高妙，另外就是他对于这个修辞方面非常非常的讲究。比如说说这个避暑，他不说呀唐太宗到这里来游玩，他说他避暑，而且在后文当中呢就说到唐太宗特别的怕热，身体不好，为国家为百姓操劳过度，身体有病，所以到这个地方来主要是避暑来的，达到凉快一点就可以了。唐太宗并没有其他的要求，游山逛水，如何攀游，这个对唐太宗没有吸引力。他这两个字当中就包括了这些内容，因为在后边联系起来看就是这个内容。他绝不说皇帝攀游乎九成之功，皇帝到这玩了，不是，皇帝因为有病到这里来休养，没有办法。而且呢这个地方虽然讲究，但是它是隋朝的旧宫殿，因此呢因陋就简的修复一下，使唐太宗呢就有了一个修身之所，是这样，并不是要重新盖离宫。所谓离宫就是休养宫，不是这样的。所以说魏征用词非常讲究，皇帝避暑乎九成之功。这个乎字有多少种讲法，大家就在这个地方记住，这个乎字在这个地方当语讲，皇帝避暑于九成之功，就是避暑于，就这个避暑乎就是避暑于九成之功。在这地方加个之字呢，就是为了读起来之后上口，我们平常说读起来之后朗朗上口，是这样，在唐朝的时候非常讲究。而且很多的偏体句啊，就是上句下句说的本来是一个事儿，
分两句说，是为了读起来朗朗上口，读起来好听。啊，皇帝避暑乎九城之宫。啊，唐太宗李世民到这里来避暑，避暑的所在就是九城宫。此则随之人寿宫也。他说避暑的这个九成宫啊，就是隋朝的那个仁寿宫。不过有一点要向大家解释一下，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说过，九成宫是隋朝的仁寿宫，后来重新修建的，虽然是因陋就简，但是地址宫殿是原来的场所。大家看这个隋字啊，这个隋注意它带一个走之儿，我们平常所说的走之儿，啊，这上就带了一个走之，这是为什么？我们现代写的隋字没有这个走之。其实大家还不知道，在隋朝建立王朝之前，隋朝的那个隋字是带走之的。也就是说，隋文帝杨坚在当皇帝之前，他曾经做的是隋侯。隋侯那个隋字就是这个带走之儿的。等到隋文帝做了皇帝了，他看着这个字儿别扭，他就和文武大臣们说这个隋字不好，他带走之儿，说明我们隋朝早晚得走。这走不好，隋不要走，隋朝啊不要走，这个朝代永远是兴盛，别再灭亡。所以他把走之去掉，就剩下来啊，没有走之的，就是单耳一个有字，繁体写，还有有字中间还加一个宫，就是好像上面是个左字，下面是月，啊，那样写的一个隋。所以隋朝的隋文帝他提出来隋不能走，隋到隋朝时候把这走之整个剪掉。那大家说怎么真又出现了呢？他到这个欧阳询写的这个九成宫怎么又有这走之呢？这是因为隋朝终于又走了，又走以后唐朝人可不管你隋朝怎么想的，你虽不可走，你已经走了，把走之又加上了，所以这个走字，这个走之，就好像我们平常说随随便便这个随字似的。到现在呢，为了说明是隋朝的特点，所以又把走之去掉，有这么几个反复过程，大家知道一下，这个随字不是欧阳询写错了，也不是个一体字，他当时就是为了说明隋朝已经早了。隋之仁寿宫，这个隋朝是叫仁寿宫，到唐太宗这叫九成宫，啊，两个名字取法不同。然后他说这个九成宫的整体的这个结构形状，他说一下，他说冠山抗殿绝壑维池。大家注意这个字啊，要读冠，它不是一个多音字吗？也可以读冠，也可以读冠，在这儿要读冠。冠是个覆盖的意思，比如说这个打胜球得了冠军了，就是覆盖全军，啊，他是第一名，最高的叫冠军，所以他一定念冠军，他不能念冠军，啊，我们在这儿说呢，冠山抗殿，冠山就是高于山，在山顶上建起来的建筑物，叫冠山抗殿。抗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抵抗的抗在这儿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意思啊是高，高就是抗意思，
高高的宫殿排列很多，叫抗殿。另外一个就是肩比肩，平起平坐为抗星。我们弟兄两个人走路，我们身高一样，此为抗星。这个抗字代表高亢，倒不是指嗓音那个高亢，是指的这个建筑物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位置，覆盖山顶，盖起来很多很多的又高又密集的宫殿，所以他说"冠山抗殿"，是说的这样一句话。然后说"绝壑为池"，大家注意，这是骈体句，骈体。骈就是那个马字一个病字，骈体，它是对仗的，冠山抗殿，绝壑为池。上边是平平仄仄，下边是仄仄平平。骈体句子，一个是讲的音韵，再一个讲的字的对仗。你是冠山，我是抗殿，你是这个冠山抗殿，我是绝壑为池。这个绝壑为池啊，壑指的是山谷，很深的很深的山谷，或者说是山涧，里边呢积了很多的水，因为九成宫里没有水，所以他们每次用水得到远处的山谷来打这个水。但是这个山谷的水它是流动的，它有堤，怎么办呢？把两边堵死，使中间的水位增高，渐渐升高以后，人们够得着了，才引用起来方便一些。虽然是这样并不方便，但是在没有水的情况之下，也只能如此。所以叫冠山抗殿，绝壑为池。绝就是渡，堵绝，堵绝。然后指这个壑，壑是山谷、山涧的意思。以为吃水，这是用水时候为了提供一些方便而已。好，我们把这段话给大家临写一遍，作为一个参考。另外呢，这里边重复字太多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就简略一下，是为了节约时间，和大家呢，都用有效的时间来得到更多的东西，好吗？我们现在就开始临摹它。黄，写在这儿的时候，跟大家说一下，注意这个横画的间距，从上面一撇的高度，到一横、两横、三横、四横、五横、六横，这些间距都要相等。如果你写出来之后很凌乱的，这个紧的紧、松的松，这个字出来就不好看。楷书对这方面要求是很严格的。那位朋友说，这个简化这个美术字也是有这个要求。这难道是一个道理吗？不然，美术字是拿尺校出来的，是死板的，是没有精神的。我们的楷书就是仗着我们的眼睛和手的感觉写着非常准确，这是需要功夫的。
这一说要直，轻轻挑一点小勾就可以了。皇帝避暑乎？我们和大家讲清这个"暑"字，这个"暑"字上面是个日，下边是个"者"，你这日子代表是暑天，是夏天，是热天。这个日子啊，欧阳询写的高了一些。我们呢就遵照他这个字的原型，也这样临摹下来。实际上，后来到了明清阶段的时候，这个"暑"字上面这个日啊，都写扁了，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字太高了，写得太陡峭，不稳重，所以就写得扁了一点。大家知道这样就可以了。如果临帖的时候，你还是要这样临，啊，要遵循欧阳询的原迹。如果你完成作品的时候，你可以把上面的日子写扁一点，不让它这么高，这是大家需要知道的一件事。皇帝避暑乎？皇帝避暑乎？
九成之功。欧阳询写这个“公”字的时候，他经常是上面那口啊封住，封口，下边那口呢又有点缝隙，啊，可能是为了显得活跃一点，不让两个非常重复的字在这里，啊，让他们互相干扰。九成之功，这个上边的这个宝盖的右边往下拐这一笔。应该说有难度，大家写的时候要注意，这个横画前面后边一样粗细，就应该把这一笔写得非常到位，但是需要一点功力。九成之功。注意笔顺，先写这一笔，也就是第二竖，然后写第一竖。拐过来，再写这一竖。最后这个是高的。此间距让它相等，这一笔呀，不让它太粗，但是要让它有力。此则，随先写着耳朵，耳朵在右的时候。可能是双耳，或者是单耳。如果写在左边，就没有单耳，都是双耳。
此则随之，又是一个之字，我们把这个之字省略，随之。人写这个人字，这两行要距离的远一点。要距离远一点，人寿，注意这里边横画间距太多了，啊，像这个，这，底下是两个，啊，就这个间距，弄不好的话，你就这个字失败了，所以写起来的时候，笔画越多，间距越多，就写出来越耐心。啊，人寿，此则虽之人寿公也。公刚写过，我们不再写，我们写这个也字。也字注意，这笔也是斜视，是这样，这个此字也是斜横，也字这是斜横，斜到什么程度，康健到什么程度，这要看字帖，仔细观察啊，这就好了。此则虽之人寿公也。注意这个仰钩啊，要长一点，因为它里边还有个寸子，啊，仰钩稍微长一点。可以不起钩，就直接顿收在这儿。此则虽之人寿公也。冠山抗殿，读冠。冠山。
盾构。转山抗电。转山抗电，转山抗电，绝壑维持。这个"绝"字呢，大家看，他写的下边是三点儿。刚才那"维"字呢，他写的上面也是个小字，所以他在这方面是有变化的。这个"电"字呢，在其他版本当中，我们见过这样写。在这个上边呢，它右边呢，稍稍有点区别，它就是把左边抛开了，右边是这样。注意，不是个口字，然后这样下来，再这样。是这样的一个笔画，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。写上面那个那么写也可以，但是呢，还是遵照原帖吧。这个养钩务必写好，写不好的话，这一字就是前功尽弃。前边写多好没用，这是个主笔。绝壑，绝壑维持，大家注意这个"维"字，这个"维"字有很多的结构上、笔画上有很多特点。
要这样写，这一撇儿不是向里塌，向外边鼓翘，不是始终说它是背式吗？他单提上写这一笔的时候，他有的像是的意思，但是因为它不是一竖，它是斜撇儿，斜撇儿说要往上弓一点，才能这个字写饱满，如果往里塌陷，这个字就难看了。而且这撇不要长，绝后。绝壑维持，这个维字是今天我们写这么多字当中重点的一个字，要写好，要写好。吃字它的三点水是这样点，它不像其他三点水，一短撇，一是一个是竖尖的一笔，最后是挑。他这个池子，每写到这池子的时候，他都用这种三点水。这里养勾的字很多，一定要把这个养勾写好，写不好，这一个字往往它是最后一笔。啊，好的，朋友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